大家好，我是沙鱼男。今天呢，要将我爸这台老云豹过户给我。现在我们要前往的是监理站，现在在台南的监理站位置的附近。待会去办理一下这台车过户吧。爸，你把这台车交给我来处理了。然后有些东西像钻石金之前改的，我都先把它恢复原厂，看能不能验得过吧。2008年年末的车，2008年12月，然后行照上面是这样写的啊。这台应该是2009年的老云豹，算2009年。2009年领牌 ，OK， 待会先去看看需要哪些验车环节吧。反正我爸把他所有证件都丢给我了，反正就是我去处理。希望能验得过啦，看这车怎么过户呢？OK， 刚刚他叫我先去验车，验完车再过来办那种移转单。好了，我们先去验车吧。那我会不会过？好，不要过。去取车去验车。OK， 先去验车吧。验车啦。你要左转右转左转右多力，夜市已经开始摆了。验车。你是要准备过户的？就纯过户而已吗？就过户而已吗？对，要过户的。好，不用剪了。OK， 好，谢谢。明剪，剪起来很霸气。免定剪，现在验车。好像改得比较不那么复杂了。哦，14把耶，14缸的声浪，这个已经很久了，老车了，要定验。OK。循环
个车行车，我现在验车，验车过户。在那个车子上等我。哦，好。OK， 白白的验车比较简单、啊。好啊。再切一次啊！刹车，刹车，刹车。今天没有车哦，谢谢。下午了。下午是谁？早完了。帮我看。忘记了，是。哎、欸，嗯，这样就好了吗？好、啊。其实侧箱是不用拔的。所以主要检验都是灯具而已嘛。什么东西？我们那个白牌的过户的话，都只没有啊，所有灯光都要亮啊。嗯。啊，车子都要五枚啊，该有的都要有。哦，可以，好，谢谢。这样就可以了吗？这样就可以了。好，谢谢。避震器测试啊！其他验的话好像蛮简单的，就灯具一些亮不亮啊什么的。在这种老车上应该也不会特意掉的，因为这种车在台南还蛮多的。好了，那就先进去办。保险意向书。哦，过户保险都要这个，做一个意向的资料。现在 ，OK， 这样子行照就换完了，这是我的新的行照。那这次产生费用就是150块的行照的更换费，然后600块的燃料税部分，今年就可以不用再缴了。对，就算今年已经把燃料税跟行照更换费用的一并缴完，如果你是要验车的话，可能会有需要其他费用。对，那只是顶多差一个那什么
差一个验车费用而已啊。对啊，我这次是不用不用订验，所以就不用没有所谓验车费用。OK， 简单通过啊，现在也是将行照变更成我本人了。OK， 接下来就好好整理它吧，已经变成名正言顺我的车了。